未来这一段时间的话，四天的清明的年假，目前来看，可能天气是比较不理想的。那至于外面的空气品质来看，现在各地区几乎通通都是在黄色的范围之内，虽然绿色很少，但是还好，也是来到普通的等级，空气品质也还算不差。啊，至于气温方面来看的话呢？ 跟昨天这个时候比较，马祖基本稍微下降，澎湖温度上升，台湾本岛这一带大部分地区温度也有稍微往上升了。那只要是雨一停的话，温度就会开始往上升。台湾上空的冷空气事实上并不多，反而主要吹的是南风，南边上来的暖空气。未来这一个礼拜也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冷空气下来啊，会影响到我们温度的起伏，就看天空的状况，雨量多下雨的话，温度就会稍微下降。那只要是雨一停，温度就开始往上升了。 地面图，我们看一看天气系统的情况。啊、呃，目前这低压带是在北边，慢慢的在这里会有封面在这一边呢、啊、发展起来的。台湾在这个整个低压带的南边。 吹的呢是属于这种西南风啊，所以温度上面都比较偏高。但是吹南风的关系哦，所以西半部还有外岛地区可能容易会有雾的状况产生，那影响到交通状况哦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四天的连续假期的话，第一个可能天气会影响到交通状况，第二个呢，啊雾的状况可能也会影响到交通状况的。那我们再来从这一个今天晚上的地面图上面看到，哦，封面在这一边形成的，大概差不多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封面。 会先通过我们台湾，那影响的地方主要是以偏北、偏北部为主，比如说在竹苗以北啦、基隆以南、花莲这附近，可能受到封面的影响，会有一些短暂雨。那紧接着礼拜五这个封面离开了，那礼拜六开始华南云系又进来了哦，这里面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对流云、雷雨包进来，那各地区通通都会下雨，尤其是中部以北还要注意局部性的大雷雨的。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在早安加分。 有跟大家提到了雷雨包形成的原因，那雷雨包往往里面就是上升跟下降这种对流的气流相当的旺盛，一旦下冲气流冲到地面，就有容易有这种大风往外吹，所以呢，大风先到，紧接着可能就大雨就要到了。好，这个是呢啊雷雨包所带来最明显的天气变化。卫星云图再来看看云层发展的情形，主要云层发展的位置就在北边啊，这是目前封面所在的位置。那台湾附近这一带。 最后一波的云层这一块，昨天晚上经过我们台湾的，那紧接着后面这边就比较空了。很明显，云层发展的位置原本在华南沿海，现在已经挪到长江流域了。整个环境往北抬上去，我们的天气就比较稳定了。大概等到礼拜四、礼拜五开始才会有一点变化。雷达再来看看台湾附近这些云层下雨的状况。既然水汽比较少，所以台湾这四周围并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云雨区在这附近。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降雨状况，哎，我。 未来这两三天降雨状况来看一看气象署所预估出来的情形呢、哦。那这个是今天的白天，台湾上空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的、哦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西南边可能就西南风带来一点水汽，南部有一点局部的短暂雨哦。所以天气虽然稳定，但是对南部而言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水汽从西南边进来啊、哦。那等到了明天的白天，礼拜三的白天，哦，顶多大概山区有一点午后零星的局部阵雨，就是塞班河。那礼拜三的晚。 上到礼拜四的清晨，封面还没有到，所以台湾上空机务也没有下雨。礼拜四的白天到礼拜五，封面就会逐渐通过北部的陆地喽。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哦、啊，这两天天气比较稳定哦、啊。那但呢，但是呢，到了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，封面来了，北部、东部这边开始下雨了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下个礼拜一，华南云系进来了啊，这里面还有一些雷雨包，北部这边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哦。啊,啊，但是呢，云层。 从西边过来，过山会比较弱，所以东部碰到雷雨的机会相对的比西半部来的低，但是还是会有阵雨啊。气温方面的话，大概就是雨比较多的时候稍微下降一点而已啊。至于说中部还有南部这一带呢，近期之内这三四天在中南部天气都还蛮稳定的，不过南边可能有一点离水汽进来，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雨。真正天气变化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、下个礼拜一啊，就连中部可能也要局部性的大雷雨，南部也会有一点阵雨的。 状况的哦，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。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，那今天北部大概都是属于晴到多云，云量少，阳光变强了哦，温度上面当然就比较偏高哦，高温可以达到超过三十度的。中部也是云量少，阳光强，高温大概可以来到三十三甚至三十四度的。南部地区也还算是晴朗，高温大概可以来到三十一度，屏东三十三度。 所以，至在东半部来看，台东这个雨很零星的，大部分都还是晴到多云，高温大概二十九度、三十度。澎湖、金门还有连江也是晴到多云，高温在二十八度左右。